我要将时间交予咱所熟悉的林俊良林牧师。咁就搁开一个，唔免。有声无？啊、哦！人讲大声就要会稳，细声就要会准呐。来，咱来祈祷。因为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一切好处拢是对你遐来的，所以阮来到你面头前，阮用信心要来领受你予阮达款的恩典。求你这个时阵陪伴阮众人的心，予阮听到的是你家己的声音，愿你的圣灵伫阮的心中做工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大家有欢喜无？恁逐摆讲有欢喜，拢有淡薄骗我的咧。为甚物咧？因为你欢喜都无笑诶，对吧？人讲人欢喜，呀，心欢喜，嘴就会笑啦。你讲对唔对啊？对位讲阿门啊，啊不要阿门，就是无欢喜咯。啊，咱今日要来讲一个真正实际的题目，就是讲到圣经甲我。兄弟姊妹，你厝内有圣经无？偌侪本？有个人真侪本哦，对不对？有诶生菇了俩。啊？你是圣经，搁是水水，还是破菇菇了？破菇菇，安尼好，会使换新的了。咱大家人拢应该着爱有圣经，因为圣经对咱来讲是真正要紧。圣经就是甚物？圣经就是上帝话啦。哦，还是咩？上帝话，甲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袂使有离开的。意思是讲，上帝话甲咱是连做阵的。啊、哦，因为耶稣清楚的讲，人活着毋是干那是靠食物。那是靠上帝嘴来所出的一切话，阿门无？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特别看重上帝话，无论是你是少年的，或者是你是较有细声的，你拢特别看重上帝话啦。拄仔我问讲，你厝内有圣经无？有人讲有是有啦，不过 A、B、C 兼在差落滴，我捌伊唔捌我啦，所以无变啦。但好，这个。有的人实在是因为迄当时因为无机会读册，所以对这个字吼，较无安尼熟。但是对即阵的科技来讲吼，已经是有变讲，你免看圣经，你本会使听上帝话啊。所以只爱你伫你的手机内面放一个 app， 你就会通听到上帝话，而且有无相的。方言，比如讲有海南话、有客话、有潮州话、有福建话，啊，有达款福州话，无相的话，所以你只爱下载吼，你爱听的，安尼你逐日就会使听，逐日听上帝话，哦，落来较等我搁讲的时阵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咱基督徒袂使甲上帝话分开，为什么咱基督徒就爱常常将上帝话。啊，放伫咱的心内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一件事，尤其是当今这个款的日子内面，危险的日子，若末日的日子，咱搁较着爱有上帝话伫咱的心中，阿门。若无你真的你看袂清楚你头前的路，你实在唔知影你落来要安怎做，安怎行。所以上帝话对咱真正要紧，而且上帝话，伊毋是干那一本册摆伫遐摆水，是伊每一句话你读了后，拢会通伫你的心内，成做你的鼓励，成做你的帮衬，成做你的信心。阿门。咱知影最近这个啊，去年2023年的时阵，10月7号发生一项代志。哦，伫以色列的所在，我军加沙的边啊的所在，以色列的边
诶，即个以色列的边境，还是讲地区的所在，诶，哈马斯因迄个恐怖分子入到因的中间吼，几啊千人入到因的中间，将真侪以色列人给杀害死。打到最近有一个video 哈，伫即个YouTube 内边吼，你会使去看，即个 video 真正好，讲到即个姊妹。这个是叫做弥赛亚的信徒，但是为什么可能讲弥赛亚的信徒，就是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。伊就是伫迄一早起，忽然间，伊听到迄个警报的声音，就是讲伊的国家发生代志了。哦，就亲像咱三月一号早起，咱嘛是听到迄个警报的声音，伫新加坡，恁敢无听到？有啊！当然是有啦，无，你听到迄个警报的声音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这是予咱知影讲，咱虽然咱的环境真正安全，但是咱本着爱想着危险的时阵，你讲对唔对？所以当这个富人人因听到这个声音，就知影讲唔对了，有代志发生了。隔无偌久，就听到真侪炸弹的声音。这个枪啊，这个拍，这枪支拍出来的声音啊，有人喊，有人死的声音，哇！因就开始用电话吼，哇，传消息啊，你有代志无？我有代志无？所以这个姊妹实在，因规家口人拢闭在房间内面，唔敢震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知影危险来了。就是伫安尼款的情形内面，遐的姊妹，你就爱注意听我讲哦。在安尼款的情形的内面，你会使做甚物？当危险来了，你会使做甚物？你有枪该拍无？有炸弹无？无，你甚物本无诶？这个姊妹，伊会使做诶，就是静静诶，伫主诶面头前祈祷。另外，就是拍开圣经诶话，伊就读圣经诶话。想上帝的话，为什么伊爱安尼款做？因为伊伫迄个时阵，伊上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就是伊的快乐，伊的帮助。所以当伊读主的话、祈祷的时阵，伊的心就平静落来。伊相信主要保守伊甲伊的家庭。我跟你讲，伊个厝内个外口有倒迄个 CCTV， 迄个敢那电，即个电眼哈，会使看到内边厝内发生什么代志，外边发生什么代志。所以伊伫房间内边一看的时阵，会看到迄个恐怖分子入来伊个厝内，举迄个枪，吼，亲像咧找人，亲像咧找所在安尼款，还是趣味咧。伊看伊行到迄个门口的时阵，伊既然拢无，敢那看无迄个门啊，你看，行来行去，啊，到尾就行出去了。其实门大家嘛看会到，但是为什么伫迄一刻，因的目睭敢那去搭着 stem 啊，你看，看无门，唔知影迄个是门，这是什么？神灵，上帝加神灵，上帝保守。伊甲伊个一家口，因为因是相信耶稣的。这个是拄啊发生个代志，去年2023年十月七号。所以这个姊妹伊明白一件事：上帝保守我，予我经过死亡，所以伊四界去做见证，予人知影上帝是真实的，伊个话是真实的。圣经就是伊的话，伊的话，达古龙的准，达古龙是真实的。等伊后来，予伊通政府，以色列政府予伊转去伊徛的所在去捡物件的时阵，伊发现着伊的厝边真侪人拢伫迄一日就死去了，但是因一家却得到主的保守。所以你讲，咱伫即款安全的环境内面来生活，华语讲居安思危。伫安全的内面，咱特别想着
是不是有危险的日子会来呢？无人会知，可能不是战争，但是是经济的问题，或者是各款其他的问题，也不定着。尤其是这几年，咱面对着对 SARS 到最后变作 COVID， 哈，对不对？冠状病毒，请问你有想到这款代志的发生无？你无想到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这款的情形内面，也有真侪人因为安尼破病，也有真侪人因为安尼过身。我的妈妈就是 COVID 过身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头前，咱实在着爱知影上帝话伫咱的性命内面的重要性，伫倒咯。圣经的教导。是予每一个较无上帝话语的人，你若对上帝话你无兴趣，圣经讲，咱就要较无上帝话，亲像什么？亲像鹿较无溪水。你捌吹打无？会吼，可能你即阵嘛是吹打了，头先唱歌，点点笑，点点笑，笑甲吹打。嘴干了就要想什么？喝水，对不对？鹿嘴干了也想要喝那个溪水，但是那个问题在哪里？他去到溪水边的时候，那溪水是无水的溪。哎，姊妹，当我们的心灵离开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亲像一个很大的溪水，咱家己无办法满足咱家己，所以咱就搁再倒转，亲像古早的生活，会使杀就杀，会使拖就拖，会使抢就抢，会使先就先，会使蹦就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无主嘛，无主的时阵，你就是看到什么会使抓，你就抓。好啊，抓；歹啊，抓；对啊，抓；唔对啊，抓。应该啊，着抓啊，着抓；唔应该，本是着抓。有一摆，有一个兄弟，伊带领查过圣经，拄啊好，伊就查到这个利未记，你知无？有几个人捌看过利未记？利未记，啊？利未记是头前圣经五本的第几本？哈哈，考试考试考试，可见有真侪人无看吼。是圣经头前的第四本啊。当伊查过这个利未记时，伊就甲遐个组员兄弟姊妹讲，伊讲啊，这个大部分的内容吼，我讲你也是无兴趣啦，安尼无咱免爱凊彩安尼看个就好啦。有影，你若看圣经，你若看到。利未记的时阵，看到民数记的时阵，出埃及记阁会使了吼。那到民数记、利未记的时阵，有个人就读一半就读袂落去了。啊，开始是啥物人生啥物人，啥物人阁生啥物人，啥物人，读到最后，咱想讲，伊生啥物人，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对唔对？然后你来到利未记，哇，讲到限制物件，啊？讲到哦，你若是什么物件会使食，什么物件袂使食，啊、哦，你着爱注意有即款病，有迄款病。所以这时阵，迄、那个组员内面有一个人讲，伊讲吼，无咱阁是着爱看利未记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因为看利未记信耶稣的。哦，原来是甚物？原来伊这个朋友是一个无相信神的，伊是一个叫做讲医生，伊是一个医生。趣味的是，伊看利未记的时阵，伊看到利未记十三章、十四章的时阵，伊对迄个边遐所讲的皮肤病，伊非常有兴趣，因为可能伊是皮肤病的医生。但十三章、十四章内面讲到有甚物款的皮肤病是会传染的，甚物款的皮肤病是袂传染的，安尼会传染的、袂传染的，要安怎医？我跟你讲，伊就是想讲，迄当时的医学啊，敢有安尼款的成就？摩西敢有遐牛？跩伊拢会晓，
伊想讲，这毋是摩西的教，这是上帝和摩西的启示。你讲对唔对？迄当时马路安尼厉害，你会通知影什么应该安怎去处理？甚至太高的吼，要安怎处理？你若去注意看迄太高的吼，嘛是迄个讲啊真正详细。所以，伊因为看了这物件了后，伊就相信了耶稣。所以，阿弟姊妹，这个就是，予咱看到讲，迄个东西，迄无相的所在。上帝话对伫咱每一个人有真正大个无相。只要你肯认真、谦卑看上帝话，我甲你讲，你的性命就无相了。咱将今仔日的圣经再来读一遍，好无？好，来，是后面控制对无？对 ，OK。但你已经服了我的教示，品行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吞忍，以及我伫安提阿伊哥念罗斯德所拄到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！但是对遮的苦难内面，主就将我救出来。唔单是安尼，凡啊立志伫基督耶稣内面敬虔过日子的，也拢要受逼迫，只是最恶的。甲未吓人诶，的确如故如派，伊骗人伊也互人骗，来阁看落去。但是你所学习诶，所确实相信诶，要存咧心内，因为你知影你是甲脊髓学诶，并且你知影你是对水明白圣经，即个圣经会互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诶智慧。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诶。啊！伫教训、督责、予人归正、教导人学好，拢是有益处的。叫属上帝的人，得到完全比般行达款的好事。好，咱看另外一个 slide， 甲咱讲，这个时阵是末世的时阵，所以咱应该就要趁着，阁无偌济的日子，爱传福音，啊，就要好好的来警醒咱家己。咱就要常常提醒咱家己，爱多多读上帝话，因为你愈读上帝话，你就愈对上帝有搁较侪明白，对伊的计划、对伊的安排有搁较侪会明白。所以末世的时阵吼，咱实在甲圣经放做阵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到这本圣经的要紧伫倒落，也是姊妹，你若要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你定着要转到圣经的内面，好、哦、啊！我相信这个时阵，大家紧张的，唔是看到多一个国家甲多一个国家伫咧发生迄个战争。从今上紧张的，咱大家要看的是迄个敌基督的出现。啊，今日无爱讲启示录，所以无爱甲恁讲这篇的道理啊。这个是真正有兴趣的一篇道理，真侪人要知影。最后的时阵，这个世界会安怎款？问题有偌危险啊？还是姊妹，有个人讲：“哎呀，唔通想遐多啦，吼！今日食米，唔知明日个代志吼啊！所以吼，啊，一日过一日就好啦，吼！啊，还是姊妹，咱袂使有这款个想法，咱应该真正积极个，爱知影讲，这个日子愈来愈少的时阵，另外你阁明白讲，为什么？今仔日上帝阁予你活着，阁予你一口气，阁也袂带你转去。到底伊要我伫即个世间为伊做甚物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爱了解，而且清楚知影的一件事。上帝袂予你食了米，啊！上帝袂予你做无代志做，当你拍棒掠狗遐无。上帝，伊一定有伊个目标、目的伫你个心中，爱你去遵行伊个旨意。只要讲到传福音、抢救失丧个灵魂，这是上帝毋忙，伊要毋忙咱每一个人拢会通甲伊配合个一件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这个所在实在是较小了，应该要换较大了。因为坐满了，无位了。真的，你就要找个较大个位，然后你要甲主讲，主，我要抢救灵魂，菜市个拢给带出来。哦，你就要有安尼款个心啦。咱袂使有搁再过去迄款个真正歪个想法，真正自私个想法，
就是人死人的代志，人卖信是人的代志，我信就好了。咱未信耶稣的时阵，咱有这款的思想，但是咱信主了后，咱这款的思想一定就要改变。阿门无？因为咱爱顺服的是上帝的旨意，咱爱遵守的是上帝的心，诶，是要让上帝欢喜的，就是会当趁伊的心意去行。这才是要紧的。好，咱来看另外一个 slide， 讲到圣经甲信徒的关系。但伫遮吼，咱看见讲保罗，伊伫遮，伊讲到这个啊信徒的关系时阵，圣经甲信徒的关系时阵，伊开始甲提摩太讲的时阵，迄是旧约的圣经，伊是讲到这圣经是指着旧约的圣经。但是后来伊讲，我的教训，我的教训的时阵，这是讲伊甲提摩太讲，你就要听。我即阵要教你的物件，咱也知影。保罗的教训，包括伊的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听心、吞论，遮拢后来拢记伫保罗所写的批内面。所以咱会通对遮内面会通知影讲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、你的一举一动，拢甲圣经有关系。圣经有人讲，伊就亲像一本，伊就亲像迄个指南针，唔是指南针吗？指南针会晓无？你若是去旅行啊，去来说，伊有一个圆敢若手表的物件吼，啊是伊每一摆拢是指迄个南部迄边，所以你会知影讲，你当今徛的所在是东南西北伫倒落，你明白无吼？迄叫做指南针啦，好。圣经就亲像指南针，伊予咱知影，咱当今爱行的做、爱代志，爱讲的话，爱做的事。但伊讲到品行的时阵，品行是甚物呢？品行就是咱逐日会讲话啊，咱逐日对人啊、对人的即个态度啊、达行啊，咱的生活的摆端啊，这就是品行的一部分啊，还是姊妹？咱有时真诶，咱爱有靠着主诶帮衬，主诶话伫咱诶心内，咱就袂得罪着主啊，袂得罪着人。若无吼，咱做人有影，有时真侪方面咱拢无分寸。啥物叫无分寸？就是应该讲诶无讲，无应该讲乒乓讲，啊乱乱讲，乌白讲，好无？啊？规身躯死甲了，迄个嘴无死尔。啊，就是爱讲人个无好，啊，所以有时讲话是好，但是袂使过分。啊，咱知影伫亲像牧师安尼伫讲台顶讲，哦，敢若机关枪个，噔噔砰砰砰砰砰，但是牧师个心内是一直讲圣灵，你着帮助我，将予我讲对个话，家己知袂？只有咱顺服伫主的话的内边的时阵，咱才会通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将我另外十一节讲到迄个救的时阵，伊毋是讲到咱信主的得救，伊是讲迄个环境内边会当予咱得到拯救。所以才讲，无论什么款的环境，无论什么款的时阵，你就爱明白，必别可难啊！若毋是主的恩准，这代志是袂发生的。就亲像拄仔只我分享。迄、那个以色列的俘虏，伊祈祷上帝保守伊，所以迄个危险死亡无临到伊的家庭。另外，咱来看去圣经的敬，圣经甲敬虔这两个字的关系，咱看另外一个 slide。圣经甲敬虔，哎，姊妹，敬虔这两个字是啥物意思呢？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个目标，咱要成做一个。敬虔的人，什么叫敬虔？啊，这两个字淡薄深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听我慢慢讲，就愈讲愈无深啊。就是敬虔的意思，就是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敬畏的阿摩圣经是 fear 就是惊的意思，但是是好的惊，不是无好的惊，就是。我讲话的时阵，我就爱心内就爱想，我安尼讲，上帝欢喜无？
当我咧想一项物件的时阵，我就爱甲我家己讲：，安尼我想，上帝有喜欢无？有欢喜无？我要做的时阵，我要问：我安尼做，上帝有欢喜无？这就是惊的做法。好、哦，还是未？唔是亲像过去，我爱讲就讲，我爱做就做，唔是。是我这个人，我信耶稣了后，我将我家己交予上帝，予上帝来管我，唔是我家己管我家己。过去咱拢是家己管家己，对唔对？哦，等下你食物件时嘛是你家己管家己，你自家食什么就食。哦，人讲诶，你袂使食，你什么袂使食？我什么本来使食，食也死，无食也死，我食好死。啊，这个。就是家己管家己咯，对不对？你不爱听人讲话，你爱照你家己的意思。但是一个会晓顺服上帝的人，伊会想讲：无无无，我爱注意，我这个身躯是上帝给我的，我这个身躯是圣灵的殿，圣灵点在我的内面。无想了，等你看你看法，就改变你规个思想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圣经会当帮助咱知影什么叫敬虔。敬虔就是敬上帝，敬虔就是无顺探肉体，顺探圣灵。敬虔就是对主耶稣，无要对这个世界，甲这个世界的潮流。敬虔就是无甲罪妥协。敬虔就是一心所想的。就是上帝，我爱你欢喜就好，唔是我爱人欢喜，爱人欢喜的莫较贵，伊爱金我送伊金，伊爱银我送伊银，伊爱香蕉我送伊香蕉，安尼伊就欢喜啊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要讨上帝的欢喜，阿门无？你定着要听入去哦，今日我所讲的，我久久来一摆，唔是逐摆来。你常常要听入耳，听入心，因为无偌久了后，你要看到上帝了，对不对？你唔知你第时要看到上帝，哦，有时我久久来一摆，哎，某人敢若无看到了，可能伊去看上帝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日子无多，但是咱趁着咱活着的时阵，咱甲家己讲，我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这才是要紧。所以咱唔是为着读圣经来读圣经，咱是希望讲上帝话会通帮助我，伫我最后的人生内面，可我通过敬虔的日子，这是咱的目的啦。哦，也是姊妹，但是保罗又甲咱讲，伊讲当咱敬虔过日子的时阵，就怎样就会拄到逼迫。保罗真正看甲真远，上帝灵启示伊的心。当你敬虔过日子时，就是你甲人无相了，甲世间人无相了。世间人会定着会予你淡薄艰苦，淡薄予你压力。最近我的中心吼，施工，安尼就。出了一个 video， 即我是伫做鬼叫啦哈，鬼叫的施工。但有一个姊妹，伊真正勇敢，伫这个 video 内面，伊见证伊古早是安怎款跋脚，后来上帝安怎帮助伊，改变伊的生命。这个 video 放伫 Facebook 内面，放伫 Instagram 内面。伊是咧甲人厝内做清洁工的，清洁工啊。扫啊，有衫啦，厝内空气就对啦。伊包做这款，做几十年了。三个老头家，该做十几年的头家，看到伊的 video， 该讲，你做到这个月月末就好了，你免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伊顺服上帝，因为伊。让人知影，伊古早是一个安怎款的人，今日伊变作另外一个人的时阵，伊的头家就卖低伊了。一开始的时阵，伊未明白，我为上帝做见证，
我愿意过健康的日子，为什么我拄到安尼款的代志？但是伊顺服，伊讲上帝啊，所有的代志发生的，拢是有你的意思。伊想多等两项，头一项就是，我真少时间和我厝内人，好啦，当今少做三个，啊，我较早当厝煮饭煮菜，和我的囝和我的孙食，嘛是袂歹，好些嘛有了咯，对唔对？伊讲为着这个感谢主咯。第二，伊相信讲主若该退去，主也会予伊比办国较好个本无正对。感谢主哦。啊，过后两三组，两三组来找伊，讲啊，无你来我厝来拍扫，吼、哦，来做清洁工，啊，好，鼓励工，我予伊较贵淡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爱知影一个敬虔的人，伫主的面头前，伊无吃亏的，因为上帝是你的后盾，上帝是你的溃烂，上帝是你的鼓励，是你的支持，是你的帮站。阿门无？你试看卖，你讲阿门这两个字，你发现着，当你嘴内开嘴讲阿门的时阵，你的心甲你的人就无相了。就亲像咱唱诗歌的时阵，你只爱开嘴唱的时阵，迄个喜乐就要入到你的心内，迄个平安就要入到你的心内，迄个信心就要入到你的心内。阿门无？试看卖，免真大声，较大声，等我耳孔袂打鼾。但是你对心内。对嘴来讲，阿门，兄弟姊妹，这是真水的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咱过来看圣经甲罪恶，也是讲做歹，兄弟姊妹，这两句话真水，你得爱记。圣经让咱离开罪恶，罪恶让咱离开圣经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讲，当咱看上帝话，常常思想上帝话，伫上帝内边的时阵，罪就离开咱。什么时阵咱无爱看上帝话的时阵，罪就搁在。回来我们的心里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。今天我不知道你多久没听圣经，没看圣经。古早的牧师很喜欢说，今天你有读圣经的人举手，这样弄到大家很不好意思，有人手都不敢举，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是没读圣经就出来了。一早起不知道你摸什么，摸啊，冲到真正无闲气气啊！忽然间，哎呦，要九点咯，未赴咯，较紧哦，总哦总哦，连祈祷本无，连读圣经本无，哎，姊妹，咱求主帮助咱，予咱实在会看懂主的话，因为你若无甲圣经做阵，罪就甲你做阵。另外，你离开上帝话愈久，罪会予咱愈久愈歹，毋是愈久愈好。愈久愈歹，所以你家己要伫歹甲好诶之间做一个选择。等我亲近上帝，有上帝话来做我一世人诶帮衬，会通过健康诶生活。啊，是我要继续诶，活伫我家己诶生活内面，活伫罪恶诶生活内面，互罪恶来影响我诶生命。和罪恶来控制我这个生命，你要过安怎款的日子，你家己要做一个选择。今日或者你发现着，真侪时阵，我要做好，我无迄个困难。我知影什么是对，但是我知影我做袂到。只有回去上帝话内边的时阵，伫耶稣基督的内边的时阵，你才会通。有主予你迄个力量帮助你，有主予你迄个信心坚强你，予你会通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好，咱阁看另外圣经甲即个得救。哦，兄弟姊妹，咱真侪时阵，咱爱知影即个得救诶即件事。得救本身，你若要有搁较深的明白。你就要有这款的智慧，啊，这个智慧对倒落来呢，就对上帝未来。所以你爱学习，爱相信，啊，就要明白圣经的话。你愈看上帝的话，你就愈清楚知影上帝的救恩的计划，
对创世纪到最后，伊的安排，伊的引带，甲伊的成就，你会发现到迄个实在是，唔是你这个有限的头脑，八十年的头脑，九十年的头脑会通明白的。我咧讲，上帝有影是一个真正万观灵的上帝啊！伊所知影的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你可能无想到，伊本早就已经为你安排了。请问你今仔日坐放这个所在，你讲你是毋是臭卡？是毋是安尼青米粿剁着糖，剁剁剁剁剁到这头来啊？唔是，是上帝美好的安排。你会通相信耶稣？你讲这是我的心，唔是，假是讲是我的什么？我的运，唔是心，也唔是运，是上帝的拣选。所以你看几本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明白原来得救是一件安怎款的一项代志。提摩太主所以就伊妈妈、伊阿妈，予伊圣经的教导，伊有一个无畏的信心伫伊的内面。无畏的信心就是甚物？就是一个无虚假的信心，无假的信心，是真实的信心伫伊的内面。感谢主。好，咱阁看另外一点，圣经甲甚物？圣经甲规正啊，即讲咱有正确的读圣经的方法甲态度的时阵。无论是伫教师、读者，互人规正、教导人学好，拢是有好处的。也伫即个上帝的话，实在是会通帮助着咱，互咱会通行伫正道的顶面。即规正，即个意思吼，就是讲一个人伊行歪了，了上帝话会通帮助伊行倒转迄个对的路，行倒转迄个正路。啊，这个规正啊，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怎样，就亲像什么呢？就亲像讲一只火车，伊若离开伊的铁路，你讲有危险无？火车若无行伫铁路，有危险无？有，伊无亲像咱风车有四个大压，有四个链，哈、啊，你伫咧路咧行真稳，但是火车是就靠迄个铁轨，迄个铁路。伊若无行伫铁路内面，迄车会变啊，这是危险。人嘛是有伫上帝的指定的路内面咧行，所以火车出轨、人出轨，拢相当有问题，拢相当有危险。所以规正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将咱带倒转迄个应该行。一路的内面，所以有真侪跋筊的，真侪食毒的，拢予主来甲引带，行倒转迄个正路。为人是真早就上帝带你行倒转迄个正路，为人是阿未拄着大代志问题时，上帝就甲你牵倒转，啊，你也顺服，你愿意行这条路。啊，是为人是铁器当家族。听我，无要听上帝话，好咯。上帝刑罚就临到伊的身上。我伫会记每一摆想到安尼款的代志，想到迄个突破的一个团队叫林星星，伊捌伫恁中间做见证嘛？我唔知。啊，跳楼的，对，食毒，对15楼跳落来，请问会死未？未死。既然无死啊，所以今日伊坐轮椅，但是伊死过为耶稣做见证。伊行倒转正路，但是伊个正路是要对楼顶跋落楼卡，但是毋是弄着泥流加，是楼顶跋落楼卡，上帝保守伊个性命。好，咱阁看另外一点，圣经甲完全哈，咱讲阁近两点，紧紧就结束。咱知影读圣经个目的就是要。亲像主的完全，所以耶稣讲，恁就要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的，还是讲亲像恁的天父完全相款？哎，姊妹，你讲咱人有可能甲上帝相像无？哎，姊妹，咱无可能完全甲上帝相像，但是咱
人是趣味的，就是咱真爱人比人，啊，人比人安怎款？唔知那是气死人，搁气活人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遐的姊妹，你若要比，不如你去效法咱的主，唔爱去比，学咱的主，学咱的主，亲像咱的主安尼完全，这款的完全是搁较水的，搁较好的，真的。你若要比，甲耶稣比啦，你会发现到，你有一个目标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到你一日一日进步，愈来愈亲像耶稣。哦，唔单是你讲话像耶稣，你的面本会像耶稣咧。兄弟姊妹，你的面有像耶稣无？还是愈来愈像魔鬼啊？哦，我求主怜悯咱啦！哦，唔是咱这两点钟食像耶稣啦！哦，等你一出去然后，我敢那跪烧香。咱爱一个目标，无论甚物款的情形内面，我拢要亲像耶稣。当你安尼款决定，你就会发现到你所爱做、所爱讲的就无像了。OK， 最后咱讲圣经甲行善行好。咱得救不是靠着行好，这是跟咱过去的信仰完全无相。咱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耶稣基督的保护。但是圣经伊会通帮助咱行好，是因为属主的人，伊有主的性命伫个内面，所以上帝好就是伊的好，伊的心。是对无好变做好，所以伊以后伊所讲的好，伊所做也是好，所以对人也是好，伊会想要做好，这个就叫做行好了。所以咱的心爱有改变是真正要紧。但主想使咱行好的目标，主也想使咱行好的困难，咱就爱为这个来感谢咱的主。因为咱的主，伊予咱真正清楚的知影，咱人生是有目标的，哈、啊！世间要行的代志，要做的代志真多真多，但是伊会指示你，你爱做啥物？对伊的话内面，你会通知影。然后对伊的话内面，你得到迄个能力，你去做主爱你做，但是你去做好的事的时阵。唔免拍锣拍鼓，啊，唔免去广播电台讲，哎，我做甚物好事，安尼吼，全新加坡的人知个了，唔免，就亲像圣经讲，咱倒手所做的，唔通互你正手知影，咱得爱，真正，伫主耶稣基督嘅内面，咱爱求嘅唔是人嘅荣耀，人嘅恶路，人嘅夸奖、欣赏，唔是，是主互咱嘅荣耀。是主予咱的恩乐，而且毋是世间的回报，是有一日登到天顶的时阵，咱只爱听到迄一句话，咱的心就满足了。你伫个良善、搁忠心的仆人，会当入来享受我为你所备办的宴席。阿门。来，咱站起来，咱来祈祷，咱来回应今仔日所听的话。我毋知今仔日。主对你的心安怎样的感动，安怎样跟你讲话，但是我要给你机会，对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对水好的回应。其中一个就是过去我都没看到上帝的话，暑假暑假就看，没暑假就不要看，更多时候可以在那裡生土粉，可以生菇，但是今天我說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面前，我要立志，对今天开始，到我人生的结束，我都要听你的话，看你的话，有这样的兄弟姊妹吗？有的人手举起来，牧师为你祈祷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虽然讲我可能唔捌你，但是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会听上帝的话，让我愿意一日听两章、听三章圣经的话。
兄弟姊妹，你立志听圣经，一日三章到四章，你一年就会通对创世纪听到最后的一本启示录。无论安怎无闲，你本坚持，祝福我信心，让我坚持，让我会通将你的话来放在心内。兄弟姊妹，当你愈认捌主耶稣的时阵，你的生命就无相了，你的祝福也成做教会的祝福，你的祝福也成做新加坡的祝福。所以你唔通轻看讲，我这淡薄的动作，甲我这淡薄的决定，对我这个国家有甚物款的影响？我咧讲有真大的影响。这是头一个好调。第二，就是你要甲主讲。主啊，我知影你来的日子近了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带更多人来认识你。阿门。所以这时阵，咱要来唱这首歌是无？牵我的手啊！当咱唱这个歌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你若需要祈祷，你会通行到头前来。我的同工，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愿意帮助你。为你祈祷，好不？别客气哈，免讲这个歌唱了，你才出来。这时阵你不不出来祈祷来，你出来。无论是来真久的，还是马路才来。我的手主耶稣，求你保守甲看顾。爱祈祷的人出来，来保守阮的心，顾阮的脚步，忠心跟随你道路。来，看我的手，你若需要人陪你出来，只要你举手，伊就陪你出来。吼，有无？不过我你看你兄弟姊妹无来，一步过一步，对你的脚步。唔惊路途偌艰苦，来，阁有无？来，紧来。主耶稣，哈主耶稣，我要做你的门徒。主耶稣，哈主。出来，来，特别是讲，我对今日开始要听圣经的话，对今日开始我要读圣经的话，我莫搁再乱乱了，莫搁再安尼爱做卖做，爱行卖行安尼款，我要改变，我的生命要改变，来姊妹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祈祷了后，你生命就改变了，就无相了。啊，请就是牧师、牧师娘，赶快牧师娘做一个来服侍，好整个。每一个徛在头前的兄弟姊妹，好来开路，为人祈祷，为人祈祷来。一步过一步，对你的脚步，唔惊路途偌艰苦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来你心来讲，我要做你的门徒。来，搁一摆。好话，耶稣的名，主。
兄弟姊妹甲头前兄弟姊妹做一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特别阮的上帝，今仔日阮听到你的话，唔是臭卡，阮听到你的话，是因为你愿意阮明白你的话，甚至行你爱阮行的路，做你爱阮做的事。这个时阵，阮要出去，求主予阮有信心，带着阮迄能力出去，带着迄意向出去，带着迄使命出去，愿意来开到人的中间，予人明白耶稣。愿意将主的话带到人的中间，让人得到安慰、得到鼓励、得到投棒。愿主你祝福，和愿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听堂、圣灵的感动，时常跟恁众人三甲地的对一点，一直到主国再来。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哈。好，整个人有缘人未祈祷的，你小可徛咧哈，我来为你祈祷，感谢主。Thank you.